在下萧瑟，是这雪落山庄的老板。江南霹雳堂，雷家雷无杰。雪月城百里东军坐下弟子常连。我司空千落，可不是靠着阿爹的名头在闯荡江湖的。寒水寺的无心，亦是天外人，亦安世。君子独处，守正不恼。我百里东军的路，要自己来走。我才不要做成药王，要做天下唯一的枪仙。我等着听你们扬名江湖的消息，不会守护雷家的。我曾一指破苍山，我曾二指断乾坤。江湖天下万物为暗器，届时就是唐门百年来的第一人了。我请到了，你一见之位。我有一剑，剑名月姬花丛。我本无心求道，怎挨天道强辱。方寸剑棱角激扬青春，他是我岁月风人。天涯凌云尽所能，是你我并肩又一生。年轻一辈的事由年轻一辈去解决。我已经等了六年了，你真的不是我要等的那个人。你陪我来雪月城，我就陪你去天启城。我司空千落若要守护，只会守护我自己看住的。招兵买马，踏破了天启城。我是无双，天下无双的无双。金城山赵玉珍坐下弟子李怀宗，万箭雪月城。月姬笑送帖，明皇怒杀人，要杀我们啊。无所谓明哥错纵不惧，破天机解天赐的谜题。起落关经历对面出冒汗勇气，我们一起走。我不管自己怎么想，但是我想过前总是你们挡在我的面前，这一次也换我护你一次。我才不要头上戴菊花呢。花怀赠予伤痕，敢闯荡才算人生。以四国为棋子，以天下为棋盘，我那几个朋友想必很快就会名震江湖了。